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您渴望以一岛之价实现多岛投资的机会，那么巴哈马永久产权岛群 Darby Islands 的出售绝对值得您关注。现在以同样的价格，您不仅可以拥有 Darby Island， 还可获得其邻近的 Little Darby Island 以及两个小型附属岛屿。这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将为您开启通往这个加勒比海投资乐园的大门。Darby Islands 位于巴哈马的埃克苏马群岛的中心，距离首都拿骚95英里，距离大埃克苏岛14英里，距离迈阿密约250英里。其中 Darby Island 和 Little Darby Island 之间仅隔50米的海域，彼此紧邻，连同附近7英亩的 Guana K 和1英亩的 Betty K 共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私人岛屿组合。该地区位置优越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艇和度假目的地之一，也是诸多亿万富翁的私人岛屿所在地。 Little Darby Island 占地238英亩，地势起伏，沙滩柔软，四周环绕着绿植和碧蓝海水，景色优美。该岛配备了淡水供应设施和发电系统，以及一条长1600英尺的飞机跑道。岛上的主住宅拥有宽敞的客厅，落地窗直面海景，客厅与紧凑布局的用餐区相连，厨房设备齐全。主住宅设有3间卧室，每间卧室均带有独立卫浴。岛上还设有另外3栋翻新小屋，共提供7间卧室。Darby Island 占地554英亩，最高海拔87英尺，周围环绕着清澈的蓝绿色海水，拥有14个白色沙滩和21650英尺的海岸线，包含粉红色沙洲、洞穴与海湾。岛上有一条潜在的3000至5000英尺的飞机跑道，还毗邻天然深水港，能够容纳超过100英尺的大型游艇。该岛曾经是一个棉花、棕榈油和水果种植园，附近海域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。岛上的标志性建筑是1938年建造的7000平方英尺城堡，具有开发为高级住宅或俱乐部的潜力。Darby Islands 所处的巴哈马群岛是英联邦成员，首都拿骚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，且这里被誉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安全、最稳定的投资目的地之一。政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优厚的政策、税务优惠和隐私保护，同时允许永久持有物业。凭借旅游业的繁荣和强劲的房地产市场需求， Darby Islands 在这一优越环境中成为理想的投资选择，为希望在该地区拓展投资组合的买家提供了丰厚的机会。 Darby Island 是巴哈马少有的未开发大面积岛屿，结合 Little Darby Island 的配套设施，两者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开发与投资机会。目前 Darby Islands 正在限时以500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中，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